打開門，散發熱線。不知不覺之間，我已經成為全城最有錢的大富翁，剛剛應酬完回來。你看，天差不多光，有如兔白。雖然我仍然是金睛火眼、龍睛虎眼，不過百無聊賴，倒不如上床合合。坐低先。仲有，除翻呢一對意大利手作嘅皮鞋。好，瞓低先。導演，導演，誒點解？點解你會用呢啲一裝汽水嘅嘢嚟到做床㗎嚇？臨時搭唔到個佈景，觀眾睇唔到啊，將就下啦。觀眾睇唔到，但係我睇到喎。你呃到觀眾，但係呃唔到我自己。啊，導演，我哋應該認真啲，拍一出好戲俾觀眾睇嚇。嚟，道具，換咗張牀佢，唔該。係，嚟，你係係。嚟，換咗佢，換咗佢。啊，導演 ，OK 嘛 ？OK， 好。奇哥，你好。阿峰，你嬲？嬲？点咁嬲啫？第一男主角。阿峰，唔好咁细路仔脾气。我咁做，无非都系为一部戏啫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你又做第一男主角，我二打六都不如。唔好咁睇小自己。阿峰，你知道嘛？牡丹虽好，都需要绿叶扶持。我做主角都需要一班配角傍住咁先得，戲都冇我，我真係二打六都不如啦。呢一部戲我覺得，除咗嗰個角色之外，有一個角色更加啱你發揮。咩啊？邊個？就係我嘅乖仔大口環。大口環佢都傻嘅。呢一個角色除咗我之外，佢戲份最多，所以你先至係第二男主角。真嘅？係定？耍你啊！阿峰。肥水不流別人田，有好嘢，梗係留翻俾自己兄弟噶啦。哇！奇你都鬼馬啦你，我屁啊！我請你飲茶啦。唔嬲啦嘛。唔嬲咯。可以噶。好。嚟嚟嚟。哇！係咧，你呢個男主角都好耐冇開戲咯喎，嚇。時差唔同啦，一個李奇，一個謝賢，兩兄弟威曬，威過威士忌。嗰兩個打靶仔啫，睇佢紅得幾耐啊！鬼唔望啊，結果有一日紅翻轉頭，冚死佢兩個嚇！羅生嘅開先算啦。收工啦！喂，未有咩幫襯？哎呀，一包百萬金。哦好。喂阿超，有把數。唔使啦。嚟，哎呀，行起雲上嚟真係紅光滿面㗎嚇，零百萬金。唔該，幫我入數。得，其中。吃飯嚟，一齊啊！羊肉煲啊！唔好啦，我約咗人喺京都樓食飯。再見。再見，再見。哎，同我羅生啊，打個招呼啊。喺京都樓食飯，巴閉啦啤。北京田鴨、菜螃蟹、生煎包、炒拉麵、小食拼盤、清炒時菜、宮保蝦仁雞丁、雞湯、池添，十二個菜夠未？夠啦，平時都係嗌曬一個啫嘛。嗱，呢餐。唔好同我爭，我請。做咩忽然間咁客氣啊？想證明俾人睇，李奇唔係一個食軟飯嘅人。嚇！誒，兩位仲有啲咩吩咐咁咧？冇噶啦，夠曬餸啦。有，要多個白飯，要硬嘅。係。嘿，最憎呢聽人欺善怕惡，狗眼看人低，抵佢成世做伙計。算數啦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教精佢啫，等佢唔好再欺负人。你今日样变咗啊？系，我知啊。李导演话斋，行运个样红光满面啊嘛。唔系红光满面噃，系沙尘白霍兼大鼻啊。哇，咁咪好难睇。要即刻睇新闻女王，梗系要去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免费 download 啦。